到这里，我们就知道一切都还有希望，对不对？It'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. 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只有看到一个人倒下。但是我觉得比较最烦的就是，那么一些晚年受到不断的迫害，不但他的书被禁，他不准。各位伙伴，谢谢你们今天站出来。这是我们的老长官，不敢，老长官。我觉得会讲这些话的人真的是。找位置坐，不要动。建立法院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立着。稍有懈怠，就有可能会遇到滥权的立法委员。前周末。